始约。山的呼唤，云在共舞，生命电视庄严生命的风华。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母子连心的野兔，在江苏的农村，田地里种着各式各样的农作物，例如棉花、小麦、花生等等。有农作物的地方就会有野兔，那些小家伙经常在田野间跑来跑去，有时候也会跑到田里去吃庄稼。很多村民将这些野兔当成难得的野味，抓到它们后，大只的兔子变成了下酒菜，小兔子则成了孩子们的玩物，下场都非常可怜。他们在这里，哈哈，一网打尽了。哟，这只大兔子可真够肥的，能让我们俩今晚好好喝一杯了。是啊，我儿子一直想要一只小兔子，今天总算是帮他抓到了。哎，今天的收获真多，走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野兔肉真是美味呀。是啊，改天我们再去抓几只来吃，越吃越过瘾啊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啊，我的小兔子不动了。哈哈，你这小子太顽皮了，好好的小兔子怎么这么快就让你给玩死了？啊，我不要不会动的小兔子，我要会动的啦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再帮我抓一只啦。好啊，不过你要乖乖听话才行。嗯，我一定会听话的。这时候，这位村民的老母亲走了进来。当她看到碗里的兔子肉和已经被孙子玩死的小兔子后，非常痛心。奶奶，奶奶！哎呀，妈，你来了，还没吃饭吧？正好，我刚炖了一锅野兔肉。啊，野兔肉！奶奶，这只小兔子死了，不会动了。爸爸说，只要我听话，他就会再抓一只给我玩。你真的这样跟他说？是啊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罪孽深重的事啊？啊，我做什么罪孽深重的事了呢？你让这兔子全家丧命，难道这不算罪孽深重吗？阿姨，你说的太严重了，不过是几只兔子而已嘛。兔子难道就应该被杀吗？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动物，杀掉也没什么啊。你错了，众生皆有灵性，兔子也是非常有灵性的，甚至远超过你我的想象呢。妈，难道你见识过兔子的灵性？是啊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我才十几岁。哥哥，你等等我啊，别走那么快嘛。走快一点，你走太慢了。那一天，我和哥哥走在田间，突然，哥哥发现田边的麦秆堆里有一只小野兔，它非常小，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。哥哥，我总算追上你了。嘘，别说话。你看，那麦秆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有东西在动哎，不会是野兔吧？有可能哦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呀，是只小兔子啊。嗯，看样子刚出生没几天呢。他妈妈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都在这里不管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
小野兔所在的那片田地麦子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麦秆留在田里。要知道从前处理麦秆的方式就是焚烧。就在我们发现小野兔的时候，那块地的主人正准备焚烧田里的麦秆。喂，你们两个去别的地方玩，我要烧麦秆了，小心会烧到你们哦。好的，知道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哎呀，如果烧麦秆的话，那这只小兔子会被烧死的，不然我们先将它带回家吧。嗯，好啊。于是我便将那只小野兔轻轻地抓了起来，放在草帽里带回家了。如何安置那只小野兔可让我大伤脑筋，送人不好，养着也不恰当，想了又想，还是把它放到野外，找一个有草的地方让它自由生长，但又不能白天去放，如果被人看见了会被抓走，只能选择在晚上将它放生。你呀，我说把兔子送人，你不愿意，非说要放生。放生就放生吗？为什么偏偏要在晚上出来放生呢？白天不好吗？白天万一被别人看到又抓走的话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想的可真仔细，平常让你晚上出来玩你都说会怕，怎么今天就不害怕了？那是因为有你嘛，有哥哥在我就不怕了。嗯，那天晚上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在离村子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野兔喜欢吃的草，我相信在那里它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们走了很远了，你找的地方到底在哪啊？就在前面，快到了。我看还是别再走了，就在这里把它放掉好了。那怎么行，把它丢在这里它会死掉的。我找到的地方有兔子喜欢吃的草，在那里它才活得下去。好吧，真是服了你了，对这只小兔子这么用心啊。我们来到白天我选好的那个地方后，便将小野兔轻轻地放在了地上。小野兔落地后缓缓地走着，我和哥哥一直注视着它，想等它走远一点后再离开。哥哥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终于到了，这个地方可真够远的。小兔子，这里有你爱吃的草，而且离村子很远，我想你一定可以在这里安全地生活下去的。你走吧，在这里建一个新家吧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黑暗中有一个灰影窜了过去，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只大野兔。哎呀，那是什么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原来是一只大野兔啊，吓死我了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我们放生的那只小野兔立刻朝大野兔跳了过去，这一大一小两只兔子亲热地依偎着，而那对红眼睛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闪着光芒，它肯定是看到了相隔几步的我们，但却没有惊吓逃跑的意思。奇怪，兔子都是怕人的，怎么今天这两只兔子见到我们也不跑啊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不会伤害他们的。看来那只大野兔应该就是小兔子的妈妈了。嗯，我想也是。那天晚上我们静静地站在原地，感受这一对母子重逢的喜悦，直到他们渐渐离开了我们的视线，隐没入夜色中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，失散的野兔母子为何会那么巧的又再次重逢？后来听人说，有的动物会在自己子女身上留下特殊的气味，他们是靠气味认亲的。是以众生与我体同，野兔也与人一样有灵性啊。宁死戒杀的老鹰。
有些人认为学佛的人在劝人戒杀放生是在做无用功，因为那些习惯杀生的人怎会轻易被你的三言两语打动而转变心念呢？然而以下这个故事总会让我们因劝说不成而产生退心及懈怠的时候，鼓励我们继续坚持下去。在建设公司上班的林小姐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学佛人，而她的老板吴董则是热爱花鸟和养鱼的人。董事长好。嗯。哎呀，吴董啊，你把公司装潢的简直就是植物的世界嘛。如果能有一些鸟在天上飞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哈哈，想看鸟吗？跟我来吧。啊，你不会真的在公司里养鸟了吧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天啊，酷爱花鸟的吴董竟然在公司里建了一个像玻璃花房似的密闭式大厅，里面种了很多的奇花异草，还养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鸟。因为是密闭式的，所以鸟儿也飞不出去。大厅里花儿争妍斗艳，鸟鸣啾啾，十分吸引人。啊，这是跳舞栏吗？没想到你对兰花也颇有研究。没错，这是文心兰，又叫跳舞兰。怎么样，很漂亮吧？嗯，真的很美，鸟语花香啊。吴董，你这里真不错，只是感觉有些过于温柔，少了点霸气，这可不太像你的风格啊。还是你了解我，我也发现了，所以我买了一只老鹰。有了老鹰的存在，这里自然会增添几分霸气的。什么？你说你要在这里养老鹰？是啊，我已经买了，过几天就会送来的。几天后，吴董买的那只老鹰被送进了玻璃花房式的大厅里，然后他又买了很多小鸟供老鹰捕食，想要保持它原有的野性。没错，这只高高在上的老鹰果然让这里充满了霸气。董事长，可是那只老鹰它要吃什么呢？我不是有买一些小鸟吗？就把它们放进这里让老鹰捕食，这样才能保持老鹰的野性，有野性的老鹰才是王者。嗯，董事长，我明白了。那以后这里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嗯，好的。自从那只老鹰被放进玻璃花房后，每天早上地上都会有一些被它撕烂的小鸟尸体，七零八落的。负责的员工看了后于心不忍，便去向学佛的林小姐求助。这实在是太残忍了，我不能再看着老鹰捕食小鸟而不管了。林经理，我知道您是菩萨心肠，请您一定要救救那些小鸟啊，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。哎，董事长怎么能这样肆意杀生呢？是啊，不如我们去劝劝董事长，请他将老鹰放掉吧。以我对董事长的了解，他绝不会放掉自己心爱的老鹰的。啊，那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我想我去劝劝那只老鹰看看吧。劝老鹰？林经理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走，带我去花房吧。林小姐走进玻璃花房后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花房里的小鸟都惊恐万分，它们的羽毛四处散落，到处血迹斑斑，还有吃剩的翅膀和爪子，真是惨不忍睹啊！天哪，
怎么会这样？林经理，你看呢、啊、实在是太惨了。而那只老鹰，它高高在上，自顾自地梳理着羽毛，它横行无敌，小鸟不知何时就会成为它的腹中餐。抓住小鸟的老鹰飞到花坛中央，林小姐便趁机接近它。老鹰眼神炯炯地看着走近的林小姐，但它并没有飞走。好机会，它终于飞下来了。林经理，你要小心点啊。放心吧，没关系的，我去给它念三皈依和忏悔文，让佛菩萨加持它，让它不再杀生行恶。给老鹰念三皈依和忏悔文，让他不杀生行恶，我没听错吧？林小姐来到了老鹰面前，诚心祈请佛菩萨加持，并为他诵读三皈依及忏悔文。那只老鹰似乎真的听懂了，他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林小姐，好像有如佛菩萨加持般，使得他听懂了林小姐帮他念的三皈依和忏悔文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胜众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小鸟是你的同类，请你不要再吃它们了。天啊，他不会真的听懂了吧？林经理，那只老鹰以后真的不会再吃小鸟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想他应该会有所领悟的。啊，老鹰也会领悟吗？两天后，负责玻璃花房的员工慌慌张张地来找林小姐。林经理，那天以后老鹰真的不再吃小鸟了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一点也不好啊，今天董事长看老鹰都不吃东西，便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只好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。董事长他生气了，他要你去见他。哦，好的，我去跟董事长解释一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那只老鹰念了什么咒让他不吃东西呀、啊？再这样下去不就饿死了？是吗？真没想到那只老鹰这么有灵性啊。有灵性？是啊，当时我给他念的是三皈依和忏悔文，劝他戒杀行善的，没想到他真的听进去了。那只老鹰已经失去了往日鹰击长空的精神，看起来无精打采，垂目不明的。他见到林小姐后便飞到了她身旁，一副乖巧温顺的样子。诶，他好像很喜欢你啊。老鹰啊老鹰，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啊？你不吃小鸟了，改吃水果好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，老鹰怎么可能会吃水果呢？他是吃肉的。几天后的早上，林小姐得知那只老鹰死去了，于是再一次来到了玻璃花房内。什么？你说那只老鹰死了？是的。当林小姐看到躺在地上的老鹰时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老鹰明显瘦了许多，羽毛暗淡无光，但看起来就像是安详地睡着了。林小姐满怀恭敬地将她抱在怀里，非常虔诚地帮她念往生咒。在场的人都被这只老鹰所撼动了，身为老鹰却宁愿饿死也不再吃小鸟，
由此可见，众生皆有佛性啊。切勿杀生祭祀。在浙江钱塘这个地方，有一位姓金的居士，是位自律严谨的佛教徒。他常年素食、戒杀、放生、护生，非常虔诚。金先生，您又来这里放生鱼儿啊？是啊，每次我看到鱼儿被捕，就感到心痛，一定要看到他们回到水里游来游去才会开心。金先生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。刚才那位金先生是佛弟子吗？是啊，这位金先生学佛有段时间了，他可是非常虔诚的，一直吃素戒杀，我想他一定能修成正果的。是啊，像他这么虔诚的学佛修行，一定会感得善果。哎呦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你从哪里弄来这条鱼啊？我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儿子媳妇今天中午要回家吃饭，我总不能让他们俩也跟着你吃素吧。你不会是要把这条鱼杀了做菜给儿子媳妇吃吧？是啊，不然呢？阿弥陀佛，万万不可啊。喂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啊？你要知道，杀生可是很严重的恶业，我虔诚学佛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让你杀生呢？你吃素戒杀是你的事，杀鱼是我的事，就算有罪也是由我来担着。你呀，大错特错，眼看着生灵被杀，我却视而不见，那也是罪。我绝不会让你把这条鱼杀掉的。老公，老公，你要抓这条鱼去哪儿？我要把它带到河边放生了。唉，真是说不动他。因为金先生的执着，金太太只能为儿子和媳妇做一桌素菜。唉，今天我本来准备了好几道荤菜，可是你们也知道，你爸他是佛教徒，不让我做荤菜，还把我买来的鱼抓到河边放生了。爸，现在生活好了，你何必每天都粗茶淡饭，不吃荤腥，跟自己过不去呢？是啊，现在生活是好过点了，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大吃大喝，奢侈挥霍，好事就会变成了坏事。贫寒人家粗茶淡饭，安分守己，
虽无得意之事，却也一生平安，善始善终，这也是可以算上一件好事的。其实素菜也蛮好的，我们快吃饭吧。几年后，金先生寿终正寝。金太太因思念丈夫，于是便把他的遗像放在家中，每天焚香祭祀。老公啊，你在那里过得还好吗？妈，你今天也累了，还是早点休息去吧。嗯，好的。金先生死后没多久，某天晚上，金太太做了一个梦，梦到金先生出现在她的面前。老婆，老婆啊。啊，这不是老公的声音吗？老公，你在哪里呀？老公，你回来了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虽然我平日里精进修行，可惜福德因缘不够，没有往生净土，但现在在阴间也很快乐，来去都很自由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，放生护生，只有这样才能积下善业，以后就算无法往生净土，即便是在阴间也能来去自由。第二天早上，金太太就把昨晚的梦向儿子和媳妇说了一番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个梦感觉特别真实，似乎你父亲昨晚真的来找过我，并告诉我说他在那边过得很好。妈，你一定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能太过想念父亲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是啊，妈，您这是太想爸爸了。可是这个梦感觉实在太真实了。要不我们今天祭拜一下父亲吧。嗯，好吧。于是金太太和儿子媳妇在金先生的遗像前供上了一些水果，他的儿子还买了一只鸡来祭祀金先生。儿子，你这是从哪里买来的鸡呀？我刚出去买的。你怎么能买鸡啊？你父亲生前一直很认真地学佛修行，从来都不杀生，你若是买鸡来祭拜他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他怎么会生气呢？你看人家祭祀先人都有鸡有肉的，我们若只用这几样水果，那老爸才会生气呢。嗯，那好吧。当天晚上，金太太又梦到了金先生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我对你说过的话，你竟然丝毫没有记住啊。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呢？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鸡来祭拜我？如此造业，使得今天已经有人来监视我，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自由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杀生罪业深重，杀生祭祀是会连累到死者的。可是有很多人都用鸡鸭鱼肉来祭祀先人呐。哎，是啊，世上是有人杀猪杀羊来祭祀祖先，甚至还洋洋得意，以为如此就是光宗耀祖。但是祖先此时果能享受一块肉吗？结果只是杀生害命，牵连祖先，死者若有知，必定捶胸顿足于九泉之下，反而不如贫寒人家用蔬果祭祀了表诚意为好。嗯，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从那以后，金太太每次祭拜金先生都只以素菜蔬果祭祀，并且也开始听从金先生的教诲，学佛行善，戒杀放生。生命脉动，绽放希望。
生命电视，让世界。